무슨 사이야? 천장과 해녀 사이. 헤이 천장! 新剧《我们的蓝调》集结超多大咖卡司一同出演，有李秉宪、申敏儿、车胜元、韩志明、金宇彬等人担纲主演，在还未播出前就已经造成话题。该剧以剧周岛为背景，讲述十四位主角起起落落的人生故事，并以多段式剧集的方式呈现。너나몰라알아아는데안녕하세요잘있었냐인사도안해싸가자该剧会引发外界如此高度关注，除了因为华丽卡斯，这部也是金宇彬痊愈回归的首部电视剧。但申敏儿与他这对现实情侣在剧中将被拆 CP， 各自发展恋情，也引发不少话题。키가185우리무슨사이야천장과해녀사이헤이천장另外 ，OST 制作公司日前也宣布 ，BTS 成员 Jimmy 将演唱该剧 OST， 这也是 Jimmy 出道以来首次为戏剧演唱 OST， 目前也已经完成录音，让不少 Jimmy 粉丝一同期待。大家新闻都一整理报道。